据从中买罚罚三十万，一个案例罚将处罚三十万。他们的初步检查 PCR 是阴性，那目前健康状况也都很好。我们卫生局严厉他违规的程度啊，要做一个比较严厉的一个处分。那近期内我们会快速来公告。我们依据从中买罚三十万，一个案例罚将处罚三十万，还是要呼吁啦。如果有需要配合国家做疫情调查的部分，大家都要尽量配合，好让我们在整个疾病的管控部分可以做一个最清楚的一个厘清，跟做相关的一个防疫作为。他们在居家隔离当中，一人一室在执行居家隔离，总共有两位在金门留在金门做居家隔离，他们的初步检查 PCR 是阴性，那目前健康状况也都很好。Yeah.